晴妹的大哥看起来颇有城府，若他有意刁难，阿瑶，切记不可冲动行事。当然，我……等等，为什么只说我呀？还有修兄弟呢？因为师弟不会。行行行，总之只要能让我陪着小晴，怎么样都行。上神不在明术门，原是在此。看来卢龙府凶兽被除去，也是上神的功绩了。这位是敖虚神尊麾下神将，特来人间除凶兽、斩天魔。哦，上神原来是神尊麾下，你知道神尊？卢龙府地处边疆，周围没什么修仙门派，是由我派维护这里的结界，因此都督也知神尊之事。几日前收到都督来信，凶兽赤如出没频繁，掌门师兄与我等便护送神子至此，以神力加固结界，确保卢龙民众安全。小秋也来了，为防天魔女趁机作乱，神尊此刻也在城外，他寻找上神多时，已有神谕相传，请几位前往一叙。莫晴，你随叶姑娘走吧。近日军中事务繁多，我与你二哥还有许多事要处理，恐怕无暇顾你。昨天是大哥把话说太重，你莫要往心里去。大哥，我没有怪你，而且我也不想走。你是担心那些流民？昨晚我已命人安置好他们，至于那个逃走的，我也不会再追究。听说你离开仙侠派之时也不是很愉快，之后亦可向师父报个平安。可是我还……听话。月姑娘是个稳重的人，小妹有时做事不稳妥，还望月姑娘关照几分。我与晴妹相识多年，自会如此。那有劳了。上神，神尊和掌门师兄尚在等待。好。我还有事同都督商讨，恕不能陪同，稍后再跟上诸位。长老多礼了，我们走吧。大事之日将近，冰晶矿井有缺损，还请都督多加用心。勿需真人多言，白某自会做好分内之事。若是有其他消息，我自会再派人去天师门传信。真人请吧。大哥，为什么要让小妹走啊？强留她在府里，搞不好会对计划有什么影响。月清书的底细我已知晓，他要是敢帮莫晴针对我们，明术门就在孟章的眼皮子下面，孟章也不会干看着。哦，况且这计划如此危险，若你我失败了，白家总要留下一丝希望。大哥，你太过虑了，怎么会失败呢？哎，我唯一烦躁的就是小妹她怎么就不懂我们的苦衷呢？小晴，你大哥怎么这么容易放你走？我也不清楚。我之前对流民安置存有疑虑，所以想再探神听他。不过听你刚才和白都督所言，似乎已查明流民之事。这些流民就是被骗来做矿役的。果然。但是我大哥愿意放过那些流民，总归也是好事。小晴，你真的相信他？此事已被晴妹发现，若白都督还有计较，也不会再对城中流民出手。
这条线索再查下去恐怕意义不大，眼下还是先让师弟去见敖虚神尊和孟章掌门吧。孟章，此等卑劣之人，若能见到神尊，定要将他所作所为悉数禀报。那是，晴妹，你把香囊拿回来了。嗯，二哥知道这是我心爱之物，便还给我了。小晴，那次仙盟大会，你应该也见到神子了吧？只是远远看到罢了。哎，阿勇，你怎么知道仙盟大会的？我。这种事情只要打听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就买命算是这样的。白家兄弟真是厉害。乱。神尊与掌门已在不年内相候，三位请随我一起留在此中。孟章想冰封我。神尊，这是身子冒险来此施展法阵，天魔女必会趁虚而入。若真如此，如只需靠近对方，这术法自有效用。是。孟章，如需协助修武，弟子定倾力而为。若天魔女出现，务必请上神保护好身子。上神与月姑娘同进同出，可有不便？没有。之前上神为何不用拘魂锁？是为寻到机会吗？那件邪物，不屑。你既为神尊所驱，即代表神界，所作所为需明理支持。共生之术我会解决，此等下作手段，断不能再用。但怎么？不，是属下错了。属下其实也并无伤害月姑娘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她不拖累上神，还望上神海涵。孟章，你答应过我，让我见姐姐的。自是不会食言。小秋，你脸色好苍白，是生病了吗？没事，降神后会头晕无力，睡上几天就好了。如此耗费精力，除你之外其他人就无法再请神。孟章说过，我是神子，是特别的。特别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先睡一会儿吧。人界的所见所闻总是有些奇怪，神子的存在在神界根本不可能，而且凶手出自天域，而天域则属于……我到底是怎么了，竟质疑起神尊来？眼下重要的是铲除天魔众，以保人界安宁。小秋，不要怕，跟在我们身后，我们会保护你。
没事吧？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们可算来了，这曲子太厉害，天师门的人都中招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找个安全的地方躲。天魔女不熟，难保子秋安全。且神尊命我在天魔女出现之时靠近她。若是如此，我与师弟前去即可。青妹，阿姨，不，我要和姐姐在一起。月姑娘，就大家一起去吧，人多胜算也大。好吧，小秋，一定要跟紧我们。好。小秋，天魔女，还不快快伏法！天魔女，速速伏法！
将我生命力分给修武，说不定能抑制这个阵。莫让他逃了，追击，追，都给我追，去追呀，把神子追回来，去呀。掌门师兄冷静一点。师弟，师弟，他中了剧毒，但分辨不出是什么毒，我没有办法解。神子被天魔众掳走了，快将他追回来啊！啊！别碰他！阿瑶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去哪能救他。月姑娘，快把小林放出来！我们要带他去哪里？啊！小林，走。混账！混账！神子呢？神子呢？